来个糖醋蛋，家人们啊，糖醋蛋，这是大嘴姐做的，先尝一个。嗯，哇，酸甜口的，不是，嗯，很香，酸甜口的，兄弟们，两个这么进去。嗯，手艺太棒了！你能吃完吗？啊，吃不完给俺们两个尝尝。能、啊。给。你们要想吃的话，你可以拿着。好，一口一个。老香了、啊。哇塞，绝绝子，还有糖醋里脊的味儿，是吧？嗯，酸甜口的，我真好吃。来一个。嗯，够了，再来一个。我不够，不够我再给你做。没有，没有，少的。小的给我。嗯。哎呦我去！哇、啊，真好吃。给他们分一分。太香了。哇，这味儿挺好，再来一个。关键是这汁好，这汁儿好。嗯，多了。安康鱼翅，咱们给它说头。
明天见。家人们，来一个，来个肉，猜猜什么肉？来，大个来了，我看你能吃出来吧？我尝一尝。行，给我点汤再看看。哇塞！我去，哎呀妈，一个火锅非常好吃。哎呀，我去！哎呀，哎，哎呦我去，好吃吧？真好吃。哎呀，真好吃！我去，来蘸料汁。哎呀。我去！哎呀，我的个娘！我去，香不香？那个香，咱俩香哈！嗯，哎呦我的娘！嗯，哎呀哎呀，哎呀妈，你还能坐得下不？你那嘴，哎呀我的娘！哎呀，掉了！哎呀，哎呀，我去！行行好，下一口吃，你后边慢慢吃，后边慢慢吃，来，盼盼来一个，来了，哎呦我去，我去，哎呀，我去，哎呀，来，来点汁，哎呀，这小料汁我跟你说，灵魂蘸料，哎呀，哎呀妈，咕嘟咕嘟的。这就瘦肉比较多，这肉是吧？嗯。哎呦！好，好，好，行，可以进去。来，来，小紫，小大侄儿，小紫侄儿，哎呦我的娘！嗯。哎呦妈，香吗？真好吃。哎呦我去，你都不嚼，你就咽了就。妈，哎。哎呦，来，料汁来一点，来来，蘸点，蘸点小秘制小蘸料。哎呀，哎呀，香不香？嗯。哎呀，哎呦我去，真香啊！哎啊，哎呦，好吃吧？嗯。叠鱼头，有点太辣乎了。这肉啊，太嫩了。
家人们来一个生蚝生的啊，刺身，浇点料汁儿。哎，我先蘸一个，先蘸一瓶的酒。哎呀妈，这大生蚝，倒上去，倒上等会儿。哎呀，我去，特辣！哎呦，我去。我去，看着大生蚝了，去吹一下，烫嘴呀，吹一下，哇，这料汁儿调的好，真的，这个生蚝脆死了，你看见没？最大的生蚝，这是我吃过最大的生蚝。这是炖的，我妈，要不来一个？来，绝了！给我来一个来。关键是你这个料汁调的好，真的。给我来一个。嗯，老香了。老香了。没有腥气味儿。一下整俩去了，太大了。再来一个行吗？再给我来一个。来，再来一个。哇！哎呀妈呀，太小了！太小了。抓了，兄弟们。真过瘾，就两个。两个人一起来，别鱼头，再这一头炖的太烂了，一吸。这门牙太尖了。一定要合理的饮食，拒绝浪费哦。哇，太香了！这个肉，这个鲽鱼头的肉特别嫩。鲽鱼头